怎么了？好像流血，好痛。哪里？我骗你的啦！你看吧，你还是很担心我，担心员工的安全。总经理，该生气了吧？哎，你不要扣我钱呢、哦！好可惜哦，都不知道还可不可以吃哎。我开始乱了步伐，心还傻傻。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不要常常板着一张脸啊，你笑起来就这么有魅力。爱就是这样，让我甘心。